好消息，今天吃炸鸡。坏消息，你们吃不到。干饭，干饭。你好，我是大山，你的专业代吃。街道代吃饼干。大山，大山，能不能帮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吃顿手枪腿炸鸡啊？等等，这人有点眼熟啊，这不是小号吗？也没说禁止本人参加呀。想吃你就直说呀。够快呀，家人们，这一盘是不是很有饭张力呀？买了三个口味的手枪腿，还有一些芝士炸鸡，给他们搭了四个酱。快说说你们吃炸鸡最喜欢搭配什么酱？肥宅鼠一当然少不了。先来个麻辣手枪腿，蘸一个爆辣酱，辣上加辣。嗯，这是火鸡面酱啊，好辣，好喜欢。嗯，这个就是王炸开局，这个辣度直接给开胃了。嗯，太爽了！天哪，你这致死量啊！我也来一块。外皮炸的酥脆，里面肉质充盈。嗯，这一口把我辣着了，但是很爽的那种。我再来搞个大的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耗子尾汁。来一个黑鸡腿蘸蜂蜜芥末酱。哇，一口下去热量爆满，今天又是长肉的一天。嗯，黑皮吃到黑腿，黑到一家了。谁爱这一口热量爆满的酱多多呀？嗯。酸奶酱的，浓郁的酸奶刚好中和掉炸鸡的油腻，刚刚好吃。都给我去蘸酸奶酱！我在想啊，到底是谁发明的炸鸡这玩意儿？难道是韩国？看透的。在线求学有没有看我视频的研究生？研究研究到底是谁发明的炸鸡？老婆，我看评论区经常有人说你这么能吃，这么瘦。那我先自证一下，我上半身在吃，下半身并没有偷偷蹬自行车哟。好了，今天这顿手枪腿局真的吃得巨爽巨过瘾。